确实当时哦，实在嘛无讲想讲要做这啊，嘛无啦。啊，因为我是较早咧合作伫合作做飞机的工程吼，我是技术者。啊，飞机内底有一挂不锈钢，我咧迄阵当时就是人拍袂出来吼，啊，迄阵物资真欠啊。啊，做个飞机拢因为了咧做面汤啊啦，做鼎啦，做啥安尼啦。啊，但是阿鲁米甲这个 stainless 吼，这用的多啊，差真济。stainless 爱一两千多才会用，啊阿鲁米几百多啊就用起啊。啊，所以落去用的中间说剩一挂，迄鼎做好说剩一挂迄个 stainless 伫遐用袂起。啊，因为我们捌 stainless 当时捌做人真少，讲哎啊，这 stainless 都会使来做物件咧，啊这袂做歹子啊，真难。那迄落来利用来个做这个糖丝啊啥，是对啊生气。头前你做比较艰苦，要唔讲是，咱较古早人的想法吼，查甫人啊做啊，查人就是爱对啊。头前较袂晓的事，就是，敢若想讲啊，都较小块的夹饼啦啥啦，啊，到尾啊，咱都用知影都袂啊啦。那我小时候呢，八岁就跟爸爸妈妈呢，从南部到台北来。那时候呢，爸爸也从事了很多种行业。那有一天呢，他不知道去哪里拿了一些这些所谓的那个小东西，就是一些汤匙啦、汤勺啦，那开始在摆渡边这样子。那一摆呢，摆到我差不多国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呢，那我就跟着爸爸到外面去摆这个路边摊。那摆了大概到十五岁的时候呢，那因为那时候也很忙啊，帮爸爸妈妈呢，这个做这个小生意，啊，所以呢就读到初中二年级就没有读书了，就一路来就帮着爸爸妈妈呢啊去摆这个路边摊，啊后来呢啊爸爸摆一摊，我也摆一摊，那摆到那圆环的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店那边呢，那刚好那个有一个。一半的店面呢要租给人家，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租下来，那开始呢啊来做这个零售跟一些的批发。我长征人嘛，啊几乎都吼常用啊，拢伫水底咧。啊，咱这鼎嘛是一日干拢咧用水，伫水底咧洗咧啥，啊所以讲好做牛头牌。啊，我的牛头牌是水牛的牛头牌。小时候呢，那时候就是说啊，自己弄一个小工厂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工厂呢就很小，给人家租的啊，就是大概有七个人左右。那这个小工厂呢，那时候我也没有读书了，所以我本身也是在工厂呢，从这个学徒做起到现在。那从很简单的那个剪料，到来做这个啊，那时候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很大的机器，那自己呢。就有时候骑那个三轮那个脚踏车呢，啊，送模子啦，送那个材料到别的地方去加工，那做好的时候再回来，啊，这个是呢，啊，从很小很小七人的小工厂做起，做到现在是啊，可以想说是啊，享誉啊全亚洲，啊，也卖到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其实这个物件现在都爱哪做哪研究啊，哦，人外国在做啥，啊，咱来做啥。啊，其实像这五元鼎，这是咱比日本较大先做啊。哦，比到东南亚嘛是咱上大先做。啊，这个材料迄阵上头是唔着做 stainless， 干呐普通的 stainless。这普通的 stainless 哦，用年啦。我讲袂，迄阵是人家要求无讲啊，或者超伟大啦啥，迄阵拢无这款钱，都拿用。我较在阿龙有当时啊，或者。一路店穿用品嘛有啊，啊，时阵是卖啊，啊，迄阵的时代是取用就好，啊，用的当然，迄阵咱第二眼强黑，即安尼一炒一打一道真无通安尼吼，啊，落尾就第二个研究啊，创粘底，哦，这过程咧做粘底，这小物件哦，这真侪种啦吼，有的是。或者看物件好，伊就买啦。啊，有的是讲都爱外国的，啥物国的啦吼。啊，其实我安尼伫百货公司摆哦，头一日摆就是
实在非常的会有做艰苦做哩啦。哦，大家拢讲咱外国的大牌、啥物牌，啊，我是台湾的，我拢无去用外国的啦，都是台湾的骨头牌啦。啊，那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客户呢是香港的客户，那个公司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延昌，那个是有一个香港的广东人呢啊到我们这个啊公司来，那时候做的东西都是一般比较平常的东西，好像那个漱口杯啦，或是那个啊提锅啦，哦、啊、或是小锅子这一类的，啊那时候他是算是我们香港的这个啊第一个客户，那后来呢？我当兵回来以后呢，我就啊跑东南亚。那我英文也不懂，但是呢，我一路来呢，我就凭着啊我的努力，那、啊、开拓了在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这几个国家，到现在啊我的客户都还有在。那我们早期来讲，当然都是用手工去制作。不过慢慢慢，等我们规模扩大之后，哦，而且那个时候也刚好碰到台湾慢慢的经济起飞，人员慢慢的短缺，所以说我们公司变成说会有缺乏这个技术员工的这个状况，尤其是在那种就是说把产品做抛光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难请。你们像你讲，二十多年前一个抛光员工一个月可以赚10万块的。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我就逼得我们必须要去找寻一些自动化的机器跟设备来做这一方面的改进。所以当时我们就刚好有机会，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啊贸易上的介绍，我们就到欧洲。我本身就是我跟我爸爸到欧洲去这个啊，就是啊仿造这些机器设备，哦，像这样子，哦，然后事实上看到的很兴奋哦，因为说哦，我做这个行业，人家在欧洲是这样做法哦，这样省人工，而且这么精良的设备哦，所以说当时就当然那个机器设备都很贵，不过觉得说啊、还是要买，所以说我们都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引进哦。那可以讲说那个时候在亚洲区域引进欧洲的设备，我们算是先驱。啊，不锈钢本身的这个材料呢，它不管你说在医疗方面，或者是在很多的这个啊西药很卫生的啊这个方面呢，都是要用不锈钢。但是呢，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呢，不锈钢本身它是很耐用，但是呢，不锈钢呢就是传热很慢。所以呢，假如说一个炒菜锅来讲起来呢，它中间那个瓦斯炉它的热度是这样的时候，它旁边的传热会很慢，所以呢。有时候你炒菜，它就会中间很热，旁边不够热，那中间太热了也容易烧焦。所以呢，这个我弟弟呢，就是啊，跟我爸爸呢，他们两个人就是想到说，这不锈钢，传热那么不好，但是用什么方法能够以说给它又坚固又耐用又卫生，而且呢传热又好。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啊用一个铝啊，把那个炒菜锅的底部呢，啊，去包一层铝，用机器呢去包了一层铝，啊，这样来啊生产出全世界第一个不锈钢包铝的炒菜锅。在欧洲有一种就是说啊，能够把这个底部哦，把这个铝加在这个产品的底部，来帮助它这个啊就是传热的一种设备跟机械。所以说我们都想尽办法把它引进进来。不过当时事实上来讲，即使说欧洲有那种设备，不过它并没有用在这种圆底的炒菜锅的一个形状，并没有用在圆底炒菜锅。好，那事实上我们算是全世界第一个制造，哦，这个炒菜锅下面又是包这个护底的，哦，这个产品的一个厂家，哦，是这样子。哦，那算是也是一种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历史里面一种突破。那因为这样加上去之后，它传热变好了。而得到两种金属的好处，不锈钢能够就是说让它就是说很耐用很耐使，而铝本身带来好的传热，让家庭主妇得到更好的一个炊具。咱的物件是，或者下咱中国人用的这个形体较侪啦，
啊，你进口的伊是拢用外国的洋式的这个形体较济啦。啊，你这人客真好讲啦。哦，那古早较即卖年岁较济人吼，古早用着咱的物件，你别人安怎个嘴都无大，伊就去用安尼。啊，咱的这个概念批评就是讲，因为物件就是 stainless， 啊再加一个底，哦，创后面创较高。啊！你热，干那地热呢？啊，咱的就是坚固，这个迄个农庄户的，所以这个团热真平均，哦，中热热边啊嘛热，所以时常咱客叫迄边啊烫掉真济啊，哦，迄就是有诶唔知道啊。咱的其实啊，安尼的时候，这连压嘛跌停性啦，啊，咱这诶迄个较无咧算讲，这个经济无经济，啊，那日本啊，迄一工差几块就算出来了，哦，所以就本来也比较精准管理。刚才提到过，我们是第一个用这个护底的方式做出炒锅。不过不管怎么样子，那个是一种挑战，是有那个，所以它的品质稳定性并比较差，我们的损失率相当的高。所以后来经过一两年、两三年之后的这个美国他们因为发展太空这个事业的关系，他们有一种附属的加工方式，跟一种附属的材料出来，就是把不同的一种金属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材料在换卖。所以当时我们就透过我刚好我有一个堂兄，他是在美国做贸易的，就透过他去跟这个供应商谈，然后让供应商谈，供应商愿意卖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就做出了，我们就买那个材料，来做出了一个。它是用整体刚才提到的护底的是只是底部而已，而这个材料是整片的材料，我们把它制作成一个整个多式这个复合材的材质的炒菜锅这样子。像这边外国嘛要做蓝底呢，像这边上面的外国来咱家里买蓝底呢，啊，咱的锅呢是坚固的顶，拢装锅的，啊，你坚固锅的，这顶伊穿着的好。啊，团结的火就袂臭会大嘛。啊，你若普通的鼎都火伫遮一搭烧，啊边啊无烧，啊唔得臭会大。差不多1988年的时候呢，那因为台湾的经济太进步了，所以呢，一般的年轻人呢，他们都不愿意进入工厂，啊，所以呢，就变成越来越请不到工人。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常来马来西亚，那结果呢对马来西亚就比较熟悉，啊，那所以呢我就跟家人大家商量呢，就想说我们迁来马来西亚，啊，因为马来西亚那时候我有来这个考察呢，啊，觉得在土地上啦，人员上啦，应该都不是很有问题，而且我在当地呢也比较多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所以呢。就大家开会决定以后呢，那我们就全部呢把它迁到这个马来西亚，就是现在的这个工厂。大概就是2018年零大概三个多月之前，哦，刚好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华人过年的时候呢，好，我们那时候决定说我们要搬厂搬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就那时候，因为我们有现有生意在做，我们不能说把这个工厂通了停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搬，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很快的速度把原来的生产停止，然后把所有的装备设备甚至做到一半的产品通通转移在到马来西亚去，而不许任何的差错，因为客户还是等着我们继续要货，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也创造了一个我自己认为一个奇迹啊，就是在前一两年呢比较辛苦一点，但是经过了顺利了以后呢，我们的业务也一直在扩展，我们就销售到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印尼啦、菲律宾啦、新加坡啦，还有泰国。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场地已经不够复合使用，而且呢，我们也做了这个相关的产品，好像我们自己以前呢买这个材料呢是从瑞士跟美国进口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材料呢，都自己买不锈钢跟铝合金呢，自己来结合，自己来用，所以我们工厂是不复合使用的。那刚刚好呢，旁边就多了一块2acre的地呢，
那我们就顺便把它买下来。微波锅目前就是说是做这个我们最主要牛头钢的材料的一个工厂。哦，那为什么要采用牛头钢？就是刚才在前面提到过，不锈钢本身有缺点，然后铝本身它有缺点，不过把两个材料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吹具用的材料。它能够让吹具它传热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容易清洗，而且非常的节能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当时我们很早之前，我们这些复合材料事实上是跟美国买的，跟瑞士买的。哦，全世界只有三家工厂制造这个复合材料。那我们长期跟他们购，我们曾经是他亚洲最大的 user 的使用者。哦，这样一个状况。好，那问题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慢慢都全部变成这样的一个产品。好，的要使用这种材料，所以依赖性过大。而且他们的一个就是说啊，交货期相当长，而且品质也不是很稳定，所以觉得说哦，这样的状况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制造这个原材料，自己控制来源，自己那个，所以才是去成立这个 Evergore 来制造这个材料。确实，我们也很顺利的做出这个产品。目前的话 ，Evergore 本身是在2001年所成立的。那目前主要的生产产品是有不锈钢反射镜，还有多层材料的生产。那在这里面，我们的市场销售呢，事实上已经遍布全球。那目前我们正积极开发欧美跟中东的市场。我们的不锈钢反射镜跟一般的反射镜有所不同。那因为我们是由不锈钢来制作的，所以说在不锈钢镜面的话，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说防雾化。第一个，为什么防雾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本身的话是没有经过电镀或者是 coating 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产品可以永保光亮。那再来就是说防撞击。那防撞击的话，就是说不易破碎。那因为很多在市面上的镜子的话，早期都是会被石头给打破，那我们因为是不锈钢，所以是不易破碎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生产这个材料，必须要懂得这个加工的状况。我们的材料本身的话，可以针对加工困难，还有生抽的部分，还有抛光的部分，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那尤其我们有卖给日本的客户，那在这个部分，日本客户是对于我们的产品是相当的肯定的，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很骄傲。日本的这个安全，这个等于是他家用品的使用安全的认证，是他们日本设定一个，是本来他最主要是给国内的这些厂家使用，他们希望说他们的家用产品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安全水准，而这个工厂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这类似后来所讲的 ISO 啦这些东西的一个系统的认证。好，不过当时我们事实上我们很早就是在这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做日本市场，那因为日本市场有这样的需求，哦，所以说就当时日本客人就有要求我们，是不是你们可以取得这个日本政府的所颁发的这个 SG 的一个标准这样一个状况。好，然后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说那也好，我们试看看啦。哦，当时事实上是一个大工程，因为从来没有搞过这种东西，而且它所有的文稿、所有的说明、所有那个都必须要是日文的，所以当时我们的总经理就花了很多心思跟我们这边合作，把它做出一个申请稿，哦，而得到。那后来日本政府还派人到我们工厂来检视、来检查，是不是切切实实得到这样的一个资格。哦，后来他们很满意，所以后来我们当时我听说讲说，这个行业我们是第一家 HG 认证合格的，在日本之外的一个厂家的，对，这样子。我就是算讲是讲吼，所以是咱有照基准来做。哦，啊，算讲这个物件是也是讲这个安全，啊，经过是也是讲。日本的生意，政府的生意，用过的生意物件，对个，从介伊到外国，哎，再说生产的物件无同款的。哦，这63年，日本的生意，以前的时候，我这个认定讲咱这台湾的生意，这个台湾唯一的生意，这个牛头牌是生意是标准的生意，以为呢，搁再过77年，这个生意做，伊这个日本的生意，这个
土山县，甲这个是安全，这片安全会是了派人派机关来检验咱工厂，看咱这片的流程，所已经通过的是了，只靠日本的是了，拢免经过检验，对到是了，对市场销售的是关系。我们获得日本的一个认证，就是 SG。IHCH 主要这个认证是因为所有炊具，尤其是快锅，一些锅类子进日本市场，我们都要获得这个认证，主要是要安全的那个认证，就是每个人他在看到你有这个认证的时候，他们在使用方面他们就会比较安心，所以这个是日新成立那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获得日本的这个认证，这个也是促使我们在日本出口有达到68%的这个销售。那在禁止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是唯一非日本厂家所生产的，那很开心我们的禁止是通过日本交通安全协会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在日本贩卖，这个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那在别的国家的部分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打入日本市场。我们在1999年拿到了 ISO 9001的认证，这个认证主要是说让我们的整个全面的系统化，就是不管是在产品或者是整个流程系统品管方面，主要让它更加重在这一方面的整个管理。所以其实拿这个认证主要是让内部的所有人员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到该如何做品管，因为品质这种东西并不是品管部的责任，而是全厂每一个员工的责任。所以我们经由这个制度让每一个员工的参与，让他们更了解在品质管理方面，其实每个人都要了解到品质到底是怎么做的。我希望我去开发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很有卖点，诉求点，产品力很高的产品，而且很适合消费者，可以推广给消费者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想当时想，而且刚好当时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有跟日本的一些做电锅的那个在谈论的一些他们日本的内锅的制造。后来我们想到，这个东西我们不把它拿到我们自己的品牌来做，哦，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品牌的销售具有一个更强的一个产品力，这样子。刚好我们有这个复合金材料，有这个牛头钢，铝来负责传热，不锈钢来负责跟食物接触，而得到一个真正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内锅，所以我们命名它为安康锅。好，我们把这个事情给推展出来，事实上我们也获得不少的一个很好很好的销售效果。这个五元的好处就是讲，即嘛是较困难，就是讲较早就是讲重啦，好用，人客拢讲好用真重啦。但是好用拢真重，这个嘛爱解决啦。所以现在会使讲世界干哪咧做呢？迄个该交所在交，该报所在报，即嘛现在干哪咧做呢？这个做了这么感觉啊做真欢喜啊，想欢喜的。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一体成型的锅子，哦，那这个锅子的原因是说，我们把我们现在公司里面自有的资源结合起来，我们希望说再去创造一个锅具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哦，因为一般各位知道，一个不锈钢锅子到说话为止，所有的锅子、高级锅耳朵都是用这个另外再焊接上去的，哦。那另外焊接上去的耳朵来讲，它有两个问题产生。第一个，不管你焊接的技术多好，你的这个品质管制多好，它还是有几率会掉。即使它没有自然掉，它有可能因为你碰撞而掉而松开，哦。那各位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在使用锅子，事实上里面煮的都是热汤热水、热的食物，万一耳朵掉在不该掉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厨房的意外，哦，这样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耳朵附加上的一个问题。那另外我在附加上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清洗锅子的时候，往往那个耳朵的附加都是一种你的清洗的死角，你用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水、更多的清洁剂去洗它，不好清洗，哦，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利用了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开发出来的技术再去做活用。我们把这个锅子耳朵是长出来的，而不是连上去的，
来消除刚才讲的那两个缺点，关于耳朵会掉或是说耳朵不好清洗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上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类似的做法还没有，算是我们日新公司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能够带来消费者更好的一个使用性，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那这个水机呢，本身跟市场上一般的有很多的不同，因为它整台的构造呢，不管是主体或者是外壳，它都是用不锈钢去做出来的，而且呢，它看不到管路，它的管路都是在主体本身的里面呢，在通水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都有去申请在这个方面的专利这样子。所以呢，我敢说呢，这一台水机呢，是呢，别人有的我们都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所以我对这一台水机呢的期望呢，我一定相信它会在市场上造成另一股的风动。我们希望做给一个消费者一个很容易使用的水机，那因为之前的一般在现在在外头卖的水机，很多都是他要换这些滤芯啊，就是那个不是要透过专业人士，就是要使用工具，不然你就是要有一些你的工业知识你才去更换。那常常因为这些问题存在，所以说即使买了一个很好的水机，不过你没有定期去换滤芯，所以你所滤出来的水的水质还是不安全的，这个是最大目前水机最大的一个通病，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一点。我们希望开放水机是谁都可以换，而且会自动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换，而且透过牛头牌全世界的通路，你很容易取得你要换的滤芯，你要用这各种方式，你要上 internet 购买也可以，你要打电话也可以，你要到我们的专卖店卖买也可以，你很容易换，所以这样子才能够保持真正的滤水器的功能跟那个的性能，这是我觉得是这一次我们开放水机最重要换的重点的这样子。小时候知道自己在家里在卖锅具的时候，都觉得说，家里的锅具怎么都亮晶晶的，别人家的锅具怎么都是黑黑的，那个时候的印象是很不太清楚，但是，一直觉得说，家里都是亮晶晶的一个店。进入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那么进去的时候，我才发觉说，我们的东西那么好，但是知道的人却那么少。所以说我因为那个时候外销呢都做了很多的世界名牌的商品，可是我们的内销呢比较就只是给代理商经销商一些比较一般品质的东西在卖。那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华人同胞，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用更好的商品呢？是一种恶性的价格竞争使得说中间没有利润，还是说消费者并不知道我们东西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做内销。那么做内销的时候呢，就去强化了我们本来的一些代理的组织，销售的这个中间商的这些帮忙以外，我们到专柜，我们也去开创了我们自己的专柜，直接把我们这些商品啊它的优点啊跟它的品质介绍给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时候是我们开始做内销那一个起点。那当开始的时候，当然人家会非常的觉得说，你看看我们这些专柜呢都是进口商品，都是这个欧洲、美国、日本的，我们国产品哪有办法说能够上这个专柜。那时候我认为说我是证明给你们看好的东西，那么让我们直接跟消费者诉说。所以说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我们牛头牌的商品其实上一直以来都是选定的不锈钢的材质为发展。当然说这个是我们公司一直认为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健康的东西，最诚实的提供给消费者，让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好的锅具，什么是比较不理想的锅具，我们要很诚恳的告诉消费者我们核心商品的这个优点在哪里。那现在当然说最主要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材料我们是自己生产的，那别人用哪一些材料其实我们也不敢说它好还是不好，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复合金材料，那我们可以很大声的而且很有信心的跟消费者说这个材料
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这边很多的客户呢，他们都是做这个传直销的。那传直销来讲起来，因为我做的产品，我是台湾做的产品，他们一直想不要给人家知道是台湾做的，他们都是时常讲这个是日本做的、美国做的。那我每一次有时候他们开大会，我每一次呢，他都会邀请我过来。那我邀请我过来呢，我时常坐在下面，就听到说啊，来自台湾的 Mr. Xiao 这样子。那大家拍拍手，我就坐下去。那他们都不介绍说这个产品是我做的，所以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有一天我要第一个上台讲话。所以呢，刚刚好，后来我就搬来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要工厂啊，这个安定下来以后，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要实现我当时的那一种啊愿望。哦，所以呢，我就啊刚刚好跟一个朋友呢，我就请他过来。一直成立这个百福乐这个我们这个直销的公司，那也实现了我的愿望。百福乐呢成立1992年，我们是用组织行销的方式来销售我们的产品。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马来西亚国家哦地哦很大的，那人口呢也不多，甚至呢也不集中，所以呢我们就透过我们的代理呢拿着产品到各小市镇乡村去做产品的示范跟解说，很受欢迎的效果，而且非常好。马来西亚热心呢，在成立以来，我们都一直秉持着的一个精神，就是说，一些优质上面的公司管理理念，所以也很自然的，在2005年，为了让马来西亚，就是让我们公司的客户觉得我们在马来西亚是有达到一些优质品质的管理理念，所以我们在2005年就在吉隆坡交易所上市。这个不单只是要筹资，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让我们世界各国的客户觉得啊，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蛮优质的公司。我背着公司5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责任，我觉得说我必须要让这个公司永远的永续下去，哦，而且我能够把它传承下去，哦，让这个部分不会断层，哦，这是目前我在做的一个工作。那我很坚持什么东西？我很坚持说，今天日新工厂哦做到这种状况，事实上目前所有全世界的这个行业的果子，别人做得到了，我绝对做得到；别人做不到了，我们也要做到，能够提供更好的东西给消费者。对大陆这边的广泛的一个宣传跟尤其是教育吧，怎么样去认知自己的华人的文化的需求，然后来使用自己华人的产品啊，那么这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啊。现在目前这一点呢还是比较困难去推广，不过总是一个开始，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去做。我们在5年前进入了中国市场，开始在短短的期间内，我们就设立了不少的专柜，然后那从华东地区，然后到华北、东北地区，一直到西南四川成都这个地区，我们就在半年时间，我们就成立了12个专柜。哦，那当然这也是第一次让我们学习到中国之大，确实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哦，所以这个在整个策略的调整、市场的调整，包括人员的教育训练，哦，那这个是要花。比这个台湾或者是马来西亚市场要更多的心力啊，去把这个部分去训练组建完成的。一直到这个前几年，我们开始探讨说，哎，东南亚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继马来西亚跟这个新加坡之后继续开拓我们的市场的？那结果我们发现说，泰国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市场。那首先，当然它有整7000万的人口。那还有就是以他们最近的这个生活水平跟这个需求，我们认为说，哎，是时候把牛头牌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这个注重健康、注重原味，甚至注重环保的产品呢，带进去这个国家里面去。原味厨房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好的商品，然后透过实际的这种交流，然后教学。或者是大家的互动，真正能够把好的商品跟一个健康的主食方法
啊，那么大家来一起来互动，来办一些活动，来推广给消费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最主要的，我还很想的是说，它提供一个原味的煮法，能够把隔离厨房跟客厅的那一道墙啊给拆掉，因为我们华人老是把厨房关在里面，就是煮菜的人都一定是关在里面的，他没有办法跟大家来一起来共享。墙如果拆掉了以后，是不是它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的一部分？那可以办 party 啊，可以亲子互动，可以找朋友来家里一起做做菜啊，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享受，是不是一种生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消费者的服务啊，我们售后服务的这个出发点来做这个烹饪教学的事情啊。当然说以前我们买的锅子啊不会用，那我们希望他来上课哦，来学习，或者是说啊，他还没买之前啊，他也想要来了解，哎，这个产品跟我以前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哦？那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这样的一个场所哦，让这些消费者能够体验这些事情。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原味煮坊，延续这样的一个为消费者服务的一个精神，进而我们也开始结合外部的资源。我们结合的一些老师能提供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菜色，哎，原来这些在五星级甚至可以吃到的这个味道，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说它是提供一个自己亲眼看得见，亲手做得到，而且自己能够非常简单的去做原味健康的烹调方式的一个场所。其实之前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消费者，他买了我们的产品回去之后，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些使用上的一些小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主方呢，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跟很完善的一个设备，可以让消费者呢来到我们这个主方去学习，或者说去真正了解如何正确使用我们的产品。在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专业的人士教导他们如何健康的烹调。所谓的健康烹调，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无水无油跟少水少油的健康烹调法。换句话说呢，今天他把我们的炊具带回家以后呢，同时他也把他的健康一起带回家。这个服务呢，只有我们牛头牌可以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其他的品牌是没办法做得到的。牛头牌代表的是一个华人一个炊具的文化，那我们也是华人炊具的一个专家，所以说用这个定位为出发的话，我觉得我们继续的应该持续的我们去推广这个原味健康的这个饮食文化，不断的求精求进，那能够提供给我们客户最好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继续永续的经营，那也同样的回馈给社会大众。华人的消费者看我们牛头牌，我希望它不只是一种信赖，而更是一种依赖。那么我们前五十年在做的是一种信赖，那么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么我希望后五十年是不是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种依赖。也就是他牛头牌不只是在卖锅子，他卖的是饮食文化，卖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个对华人的健康有好的影响的一种推广，能够带给更多的消费者一个很好的一个家用炊具跟或是家用厨房用的一个产品，这是我们然后能够让这个因为大家都回家煮饭嘛，让这个家庭更和乐啊，不能够做到世界的第一品牌，我要把它做到为所谓的亚洲的第一品牌。牛头牌是像牛一样嘛，做别先真用嘛，爱安尼精神来做嘛，就是安尼嘛。马来西亚热心呢，在成立以来，我们都一直秉持着的一个精神，就是说，一些优质上面的公司管理理念，所以
也很自然的在2005年，为了让马来西亚就是让我们公司的客户觉得我们在马来西亚是有达到一些优质品质的管理理念，所以我们在2005年就在吉隆坡交易所上市。这个不单只是要筹资，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让我们世界各国的客户觉得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蛮优质的公司。因为我是较早咧合作飞机的工程吼，我是技术者。飞机内底有一挂不锈钢，我咧迄阵当时就是人拍袂出来吼，迄阵物资真欠啊，做个飞机拢因为了咧做面汤啊啦，做鼎啦，做啥安尼，当时捌做人真少。这算是都会使来做物件咧，这。袂做歹滴啊！真啊，那迄落来利用来个做这个糖丝啊啥，是对啊生气。那我就跟着爸爸到外面去摆这个路边摊。那摆了大概到15岁的时候呢，那因为那时候也很忙啊，帮爸爸妈妈呢这个做这个小生意啊，所以呢就读到初中2年级就没有读书了。就一路来就帮着爸爸妈妈呢去摆这个路边摊。小时候呢，那时候就是说自己弄一个小工厂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工厂呢就很小，给人家租的就是大概有7个人左右。那这个小工厂呢，那时候我也没有读书了，所以我本身也是在工厂呢从这个学徒做起到现在。那从很简单的那个剪料到来做这个那时候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很大的机器，那自己呢就有时候骑那个三轮那个脚踏车呢送模子啦，送那个材料到别的地方去加工，那做好的时候再回来这个是呢从很小很小7人的小工厂做起，做到现在是可以想说是享誉全亚洲也卖到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是在前1-2年呢比较辛苦一点，但是经过了顺利了以后呢，我们的业务也一直在扩展，我们就销售到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印尼啦、菲律宾啦、新加坡啦还有泰国。我也常来马来西亚，那结果呢对马来西亚就比较熟悉那所以呢我就跟家人大家商量呢，就想说我们迁来马来西亚。我们那时候决定说我们要搬厂搬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就那时候因为我们有现有生意在做，我们不能说把这个工厂通了停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搬，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很快的速度把原来的生产停止然后把所有的装备设备甚至做到一半的产品通通转移在到马来西亚去，而不许任何的差错，因为客户还是等着我们继续要货。那我们早期来讲，当然都是用手工去制作，不过慢慢等我们规模扩大之后而且那个时候也刚好碰到台湾慢慢的经济起飞，人也慢慢的短缺，所以说我们公司变成说会有缺乏这个技术员工的这个状况，尤其是在那种就是说把产品做抛光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难请。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抛光员工一个月可以赚10万块的，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我就逼得我们必须要去找寻一些自动化的机器跟设备来做这一方面的改进。所以当时我们就刚好有机会，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贸易商的介绍，我们就到欧洲。我本身就是我跟我爸爸到欧洲去这个就是访查这些机器设备像这样子然后事实上看到了很兴奋因为说我做这个行业，人家在欧洲是这样做法这样省人工，而且这么精良的设备所以说当时就当然那个机器设备都很贵，不过觉得说还是要买，所以说我们都开始慢慢的一步步引进那可以讲说那个时候在亚洲区域引进欧洲的设备，我们算是先驱。在欧洲有一种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底部
把这个铝加在这个产品的底部，来帮助它这个就是传热的一种设备跟机械，所以说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它引进进来。不过当时事实上来讲，即使说欧洲有那种设备，不过它并没有用在这种圆底的炒菜锅的一个形状，并没有用在圆底炒菜锅。好，那事实上我们算是全世界第一个制造这个炒菜锅下面又是包这个护底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厂家是这样子那算是也是一种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历史里面一种突破。那因为这样加上去之后，它传热变好了，而得到两种金属的好处，不锈钢能够就是说让它就是说很耐用很耐使，而铝本身带来好的传热，让家庭主妇得到更好的一个炊具。所以后来经过两三年之后的这个美国，他们因为发展太空这个事业的关系，他们有一种附属的加工方式跟一种附属的材料出来，就是把不同的一种金属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材料在换卖。所以说我们就买那个材料来做出了一个它是用整体刚才提到的护底的是只是底部而已，而这个材料是整片的材料，我们把它制作成一个整个多式这个复合材的材质的炒菜锅这样子。像这边外国嘛要做蓝底呢，像这边上面的外国来咱家里买蓝底呢，咱的五元的是煎锅的鼎，拢装五元，你煎锅五元。这鼎伊传热的好，传热的好就袂臭会干嘛。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一体成型的锅子，那这个锅子的原因是说，我们把我们现在公司里面自有的资源结合起来，我们希望说再去创造一个锅具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因为一般各位知道，一个不锈钢锅子到说话为止，所有的锅子高级锅耳朵都是用这个另外再焊接上去的。那另外焊接上去的耳朵来讲，它有两个问题产生。第一个，不管你焊接的技术多好，你的这个品质管制多好，它还是有几率会掉。即使它没有自然掉，它有可能因为你碰撞而掉而松开。那另外，我在附加上的问题就是，当你在清洗锅子的时候，往往那个耳朵的附加都是一种你的清洗的死角，你用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水、更多的清洁剂去洗它，不好清洗。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利用了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开发出来的技术再去做活用。我们把这个锅子耳朵是长出来的，而不是连上去的，来消除刚才讲的那两个缺点，关于耳朵会掉或是说耳朵不好清洗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上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类似的做法还没有，算是我们日新公司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能够带来消费者更好的一个使用性。现在可以说世界只有我们在做，那个该交的地方交，该补的地方补，现在只有我们在做，这个做了现在感觉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行业我们是第一家 HG 认证合格的在日本之外的一个厂家，对，这样子获得日本的一个认证，就是 SG IHCH。 主要这个认证是因为所有炊具，尤其是快锅一些锅类子
进日本市场，我们都要获得这个认证，主要是要安全的那个认证，就是每个人他在看到你有这个认证的时候，他们在使用方面他们就会比较安心。所以这个是日新成立那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获得日本的这个认证，这个也是在促使我们在日本出口有达到68%的这个销售。我们在1999年拿到了 ISO 9001的认证，这个认证主要是说让我们的整个全面的系统化，就是不管是在产品或者是整个流程系统品管方面，主要让它更加重在这一方面的整个管理。所以其实拿这个认证主要是让内部的所有人员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到该如何做品管，因为品质这种东西并不是品管部的责任，而是全厂每一个员工的责任。所以我们经由这个制度让每一个员工的参与，让他们更了解在品质管理方面，其实每个人都要了解到品质到底是怎么做的。事实上目前所有全世界的这个行业的锅子，别人做得到了我绝对做得到，别人做不到了我们也要做到，能够提供更好的东西给消费者，能够带给更多的消费者一个很好的一个家用炊具跟或是家用厨房用的一个产品，这是我们然后能够让这个因为大家都回家煮饭嘛，让这个这个家庭更和乐。Evergo 目前就是说是做这个我们最主要牛头钢的材料的一个工厂，不锈钢本身有缺点，然后铝本身它有缺点，不过把两个材料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炊具用的材料，它能够让炊具它传热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容易清洗，而且非常的节能，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时我们很早之前我们这些复合材料事实上是跟美国买的，跟瑞士买的，全世界只有3家工厂制造这个复合材料，那我们长期跟他们供，我们曾经是他亚洲最大的 user 的使用者，这样一个状况。那问题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慢慢都全部变成这样的一个产品，要使用这种材料，所以依赖性过大，而且他们的一个就是说交货期相当长，而且品质也不是很稳定，所以觉得说这样的状况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制造这个原材料，自己控制来源，自己那个，所以才是去成立这个 Evergo 来制造这个材料。 Evergo 本身是在2001年所成立的，那目前主要的生产产品是有不锈钢反射镜还有多层材料的生产。那在这里面我们的市场销售呢，事实上已经遍布全球，那目前我们正积极开发欧美跟中东的市场。我们的不锈钢反射镜跟一般的反射镜有所不同，那因为我们是由不锈钢来制作的，所以说在不锈钢镜面的话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说防雾化，为什么防雾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本身的话是没有经过电镀或者是 coating 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产品可以永保光亮。那再来就是说防撞击，那防撞击的话就是说不易破碎，那因为很多在市面上的镜子的话早期都是会被石头给打破，那我们因为是不锈钢所以是不易破碎的。那尤其我们有卖给日本的客户，那在这个部分日本客户是对于我们的产品是相当的肯定的，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很骄傲。
为我们自己本身生产这个材料必须要懂得这个加工的状况，我们的材料本身的话可以针对加工困难，还有生抽的部分，还有抛光的部分，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那在镜子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是唯一非日本厂家所生产的，那很开心我们的镜子是通过日本交通安全协会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在日本贩卖，这个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那在别的国家的部分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打入日本市场。不断的求精求进，那能够提供给我们客户最好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继续永续的经营，那也同样的回馈给社会大众。Mein Name ist Gerhard Langlois. Ich wohne hier seit 27 Jahren mit meiner Frau Sabine in Liptingen. Hier haben wir uns ein Haus gebaut mit einem großen Garten. In diesem Garten pflanzen wir biologisch einwandfreies Gemüse an. Wir haben auch eigene Regenbogenforellen in einem Teich nahebei und eigene Hasen werden bei uns auch gezüchtet, sodass wir sehr wertvolle Nahrungsmittel haben.Welche in nur allerbesten Kochtöpfen auch wirklich vernünftig verwertet werden können. Und diese Töpfe haben wir von Buffalo Nischen. Bei der Auswahl dieser wunderschönen Buffalo-Kochtöpfen kommt es mir nicht nur auf das Design an, sondern darum, dass er energiesparend schnell reagiert und die Vitamine drin bleiben im Topf. Genauso ist es mir wichtig, dass diese nicht beschichtete Pfanne keineReste ablöst, die ich dann mitessen muss, wie zum Beispiel bei einer Beschichtung. Auch dieser Schnellkochtopf gewährt mir die Sicherheit mit 3 Sicherheitsventilen. Der Grund, warum ich mich für all diese Edelstahlprodukte entschieden habe, ist die Erfahrung mit früher verwendeten beschichteten Pfannen, wo sich diese Beschichtung früher oder später ablöst und dann mitgegessen wird, was für die Gesundheit nicht zuträglich sein kann. Das sind solcheNicht beschichteten puren Edelstahlpfannen doch viel sicherer und besser. Wir werden zuerst würzen und salzen. Extra dafür ausgesuchten Buffalo-Töpfen. Mehr. Alle. Das sind die
Zutaten für die Soße: Zwiebeln, Lauch und gelbe Rüben, Sellerie. Das ist ein Hasstrehe. Für die Soße werden wir jetzt die Gemüse, das geschnittene Gemüse hier in den Topf tun. Etwas Wasser noch zum Rotwein. Und dann legen wir das Kaninchen wieder zurück in die Soße. Buffalo-Kochtöpfe werden nach der Herstellung in der Fabrik mit purem Wasser gereinigt und enthalten keinerlei chemische Rückstände. Sie können also nach einem einfachen Spülvorgang verwendet werden. So sieht eine beschichtete Pfanne aus nach wenigen Monaten. Das heißt, Sie kaufen alle paar Monate eine neue Pfanne und legen dafür Ihr teuer verdientes Geld hin. Eine Buffalo Edelstahlpfanne haben Sie für viele Jahre, vielleicht für immer, und Sie sparen sehr viel Geld. Während das Kaninchen kocht, machen wir jetzt die Spätzle, eine schwäbische Spezialität, mit Mehl und Eier, Salz und Wasser. Teig ist jetzt fertig und jetzt werden wir mit diesem speziellen Spätzle-Drucker oder dieser Spätzle-Presse so, jetzt werden sie hineingepresst ins Wasser. Dann wird aufgekocht. Für die Lasagne muss dieser Topf in den Ofen, in den Herd, in den Backofen. Und dafür sind diese Buffalo-Töpfe sehr geschickt, weil man die Handles einfach und schnell mittels einer Münze abmontieren kann. Und somit sind sie backofentauglich. Jetzt kommt die Lasagne vor 30 Minuten bei 200 Grad in den Backofen. Hier sieht man den Topf nach der Benutzung und die Reinigung ist überhaupt kein Problem. Dieser Buffalo-Topf wird mit etwas warmem Wasser gereinigt und ausgerieben und fertig. Wir holen sie aus dem Backofen und garnieren noch ein bisschen mit Basilikumblättern. Thank you.
Buongiorno, sono Giuseppe Vigevani, benvenuti nella mia casa. Ci troviamo a Salò sul lago di Garda, il più grande lago italiano. E sono contento di avervi qui. Per lavoro ho la fortuna di poter viaggiare molto e la cosa più bella è poter tornare a casa e arrivare in un posto che è più che una normale casa dove vivere, un luogo di villeggiatura, infatti è una zona turistica molto importante dove ci sono molto verde, c'è un lago bellissimo dove poter fare qualsiasi sport e godersi un attimino la vita dopo giornate lavorative che sono sempre più impegnative. In questa zona c'è la produzione di olio, di vino, tante cose che rendono la vita molto più piacevole. Quando siamo a casa ci piace passare il tempo in cucina. Ecco mia moglie, la Regina. Ciao, ciao a tutti, io sono Alessia, sono originaria di Padova, del nord dell'Italia. Ormai siamo 2 anni che siamo sposati, che viviamo insieme. Ci piace tantissimo cucinare e passare il tempo così sperimentando cose nuove. E siamo contenti che siete venuti a trovarci. Benvenuti. Bene, allora prepariamo 3 piatti tipicamente italiani. 2 piatti della cucina del nord Italia, uno invece di una cucina più mediterranea. Sono una pasta con un sugo tradizionale alla carbonara, un antipasto con asparagi e uova e un piatto a base di pesce, tipicamente mediterraneo, con verdure, pomodorini, patate e cose di questo tipo. Iniziamo con questo intanto. Iniziamo a preparare le patate, laviamo, tagliamo a pezzettini, che iniziamo col pesce che sarà quello che durerà un po' di più per essere cucinato. Perfetto, allora siamo per iniziare a cucinare una cena tipica italiana. Abbiamo preparato gli ingredienti, tutti freschi, tutti di prima scelta. L'altra cosa molto importante sono le pentole. Io ho scelto bufalo, mi piacciono molto, sono belle, rendono la vita molto facile e anche in casa rendono la cucina più divertente, più frizzante e quel tocco in più di vivacità. Pesce del Mediterraneo, famiglia delle orate, gustosissimo, anche un po' colorato. Ok, abbiamo messo le olive, abbiamo messo i capperi, finiamo di mettere ancora qualche pomodorino per dare un po' di colore, un po' di sughetto e poi mettiamo il pesce appoggiato sulle patate. Lo ricopriamo con un po' di olio. Sempre olio di oliva extravergine, un po' di sale e un ultimo tocco di pepe. Non ci resta che infornarlo. A 180 gradi per una mezz'oretta. Meglio sempre controllare se si sono ammorbiditi con una forchetta. Nel frattempo prepariamo qualche scaglia di grana. Un'altra delle cose bellissime della bufalo è che dà un tono di colore e di vita alla cucina, tutto è un attimino più dinamico, più divertente, più frizzante, più di moda. Cambiare le maniglie è facilissimo, è abbastanza inserire la parte con i chiodini nell'alto, giriamo e attacchiamo l'altra parte sul retro. In questo modo, velocissimo. Lo rifacciamo anche dall'altra parte. E in 2 secondi abbiamo trasformato la pentola in una cosa molto più di moda, molto più divertente, più piacevole.
Ci sono altri, davvero tanti altri motivi che rendono Buffalo molto speciale. I prodotti sono molto leggeri, se li paragoniamo a altre pentole in acciaio inox sono davvero molto più maneggevoli, molto, molto più pratici, fai meno fatica. Tutto diventa più semplice. E oltre a tutto questo, la temperatura si distribuisce molto bene sul fondo della pentola. Così si risparmia, almeno nella mia esperienza, almeno il 30% di tempo in meno quando si cucina. Quindi, oltre a tutto questo, è anche una pentola ecologica, si usa meno gas, si usa meno energia, si rispetta l'ambiente. Ho sentito parlare tantissimo di Buffalo, un marchio famoso in tutta l'Asia, in tutto l'Est, e mi chiedevo se davvero fosse adatto anche a cucinare una cucina europea, occidentale. Allora mi è venuta una curiosità, l'ho provata e devo dire che è davvero eccezionale, perfetta, una bomba. Sempre la stessa roba di prima? L'avete già mangiato due volte? Bravi! Sempre la solita applausina! Sì! Auguri! Buono, adesso mangiamo! Ok, io intanto mangio questo qua. さんへと申します。実は私は広島出身です。結婚して40年目になります。私の主人、今私の主人と2人暮らしておりますが、2人の娘がおります。長女は9年前に嫁ぎ、次女は7年前に嫁ぎ。特に次女は昨年沖縄から我が家の近くに引っ越してきましたので、 必ず家族で夕食を週末に食べに来ます。そのため私の趣味は料褒められて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とても楽しく過ごしてお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今日のメニューはご飯と お吸い物と天ぷらとすき焼きです。まず焼き豆腐、しめじと、きのこです。白菜と長ネギです。で最後に ないので足します。と洗って小さく切っていきます。このえのきは味をつけるとごくごく小さくなりますので、なるべくたくさん入れます。 歯応えがサクサクして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
材料は終わります。あとは牛肉を少し昨日フリーズしておきましたので解凍して使えば終わりです。で材料はだいたいこんな、私の最近同じ年齢の主婦がたくさんおりますけども、私も40年来のベテランの主婦なんですけども、高いステンレスの鍋はとても重くて、扱いにくいんです。最近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との出会いをしました。一番感謝したいのは、こんなに小指でも持ち上げても軽々と持ち上げられて、上手に料理ができることと、火にかけてもすぐ加熱し時間の短縮ができるんです。これも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のおかげで本当にお料理を楽しむ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は信じられないくらいの軽さです。それで、これから3つの鍋を比較します。まずこれは重いです。これはヨーロッパの有名なステンレスの鍋です。これから測ってみます。うわー、 1.5 キロもあります。大変重たいです。次にこれは日本の鍋です。これも測ってみます。わー、これも 1.2 キロもあります。これも重たいです。最後に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を測ってみます。わあ、これはびっくりです。 0.8 キロです。信じられないくらいで、あとの2つの鍋と比較しても半分くらいの軽さです。春の、一番旬の野菜はウドとフキノトウです。これもさっとお水を、通しまして、だいたい4等分ぐらいが食べやすいです。でこれも食べやすい一口大ぐらいに切って酒蒸ししておきます。この必ず尻尾のところと、ここだけは最後まで剥かないで残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これはとても仕上がりが綺麗なので一つのコツです。これでだいたい天ぷらの材料の処理が終わりました。水から入れないことです。で16穀米がこのようにふっくらと出来上がりました。お肉を全部入れます。私の年齢にとりまして安全性はとても大切です。他の鍋は、本体と取っ手が違うので危険です。でもこの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はご覧のように取っ手と本体が一体成型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安全で壊れ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せん。この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は一体成型の鍋なので、私の大好きなポイントはこのように取り外しを簡単にできまして、そして洗いやすさです。このように洗って、特にここの部分がすっきりと楽に落ちます。他の鍋はここの部分が汚れが取れないので汚くて気持ちが悪いです。
米で作ったね、16穀米の、ご飯。今天我要煮的东西就是五道菜。第一道菜呢，我要煮的是一个功夫药材汤。这个汤它普通煮呢，我们是要花三个小时。那今天我用个气药锅煮呢，只花20分钟，我们就可以喝那个功夫的汤。第二，我就会做一个白斩鸡，晒个白斩鸡。再接下来我会煎一条鱼。接下来我会做一个无水烫青菜，只花2分钟就可以吃了。还有我要煎一个鸡扒6分钟，无油煎鸡扒6分钟。哎，我很喜欢这一个牛头牌的窝子，是因为它有水封设计，水不会倒射流，无水可以蒸到这个菜。那我今天就开始做给你们看，把这个菜色倒进去这个窝子里，然后我再加上我的虾子汁，它有盐味盐汁在里面，而我会加一点点，少回一点点的盐水倒下去，这个盖子把它盖下去，把这个开气头的开掉它，所以我把电磁炉开了，就放 steam 180，给它1分钟就可以了。你们看到了吗？那个烟子已经出来了哈，所以你就把火关掉，把这个气头关掉哦。3分钟过后，你就可以把盖子打开，就可以吃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无水青菜。我喜欢这个窝子，是因为它可以节省能源，那它无水都能够蒸青菜，蒸出出来的青菜呢是有营养，不会流色，然后吃的还更健康、更美味。牛头牌煮出来的食物是健康，是因为它是全是干，而且它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又快速。平时我用其他的窝子很烦，就是说因为它每次煮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没有卫生也不健康。那现在我遇到的这个牛头牌呢，我煮的东西收拾速度很快，只要回来花半个小时里面，我就可以煮得很丰富、很健康、很有营养的菜色给我的孩子吃。把鸡放进去，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盖子，这个盖子就是有接气头，喜欢的时候我就把它留色，不喜欢的时候我需要用的话，我就把接气头关上，水就不会留色。我们现在做一套的是无油煎鸡扒，鸡扒没有油都可以煎出来去脆的，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24cm 的盐味牛头牌的窝，这个盖子呢就是有它的节气头，现在我煎鸡扒用它的皮脆，所以就把这个节气头打开，它的蒸汽就会流色，那个鸡的皮就会脆。那我现在打开来给你看，它可以煎出来无油煎鸡扒，我用了牛头牌16年，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气压锅，因为气压锅呢它煲汤很快，普通我用其他的窝子最少煲汤要3个小时，那我用了气压锅只是20分钟，我就可以喝了一个很健康很丰富的汤。那接下来我很喜欢的就是另外一个它的炒菜锅，炒菜锅很好用，它只是稍微放一点点油就可以煎鱼了，其他的窝就不同了，然后它煎的鱼原汁原味。那还有一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26cm 的汤窝、盐窝、盐味窝。它上那个白斩鸡，普通我们上白斩鸡很麻烦，有时候要很长的时间。那我用了这个盐味窝呢，我只是稍微只是按一个 steam， 它就整只鸡就好了，20分钟就可以吃了。
所以呢，我用了牛头牌的窝子，我只是花了半个小时呢，我就可以有菜啦，有鱼啦，有汤啦，有肉啦，所以我孩子全部吃得很健康。大家好，我叫邱宝郎，我从事的行业为服务业，也就是厨师。那我妈妈呢，也是做班豆，一些宴会、学校为主。我自己也出了几本的书，那也是自己的喜好。在多余的时间呢，我会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来研究一些其他领域的菜系，譬如我现在有做过的是南洋菜、客家菜、大块蔬菜百分百等等。那我会不断不断地去充实我自己，也会利用这些书籍来加强我自己的厨师领域。所以说我非常热爱我这一份工作。做一道好料理是一个主厨必备的一个条件。家里的厨房不比饭店厨房每天都有人在刷洗，家里的厨房少油烟，卫生是必备的一个条件。今天为大家准备三道菜，第一道菜就是普罗旺斯蔬菜盘，第二道菜就是 SO 酱炒双鲜，第三道菜就是笋丝卤猪脚。普罗旺斯蔬菜盘呢，我们就准备了这季节性的蔬菜。第二道菜我跟大家介绍的是 SO 酱炒双鲜，接下来这一道菜就是笋丝卤猪脚。我们先把这个青江菜呢，我们先把它去成小块，好，我们把它一节一节的取下来。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杏鲍菇把它对切，再对切，好，很简单，轻轻松松做菜就是要像这样子。普罗旺斯蔬菜盘把它准备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这个 SO 酱炒双鲜。这个呢，就是现流的。就是何谓现流？就是当天抓的哈。我们抓好、洗好，就是要把中间这个膜啊、这个梗把它拔掉。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切成约一公分。好，我们卫生一定很重要。我们在家里做菜呢，一样跟饭店一样，当然不用像饭店准备四块的砧板。不用，我们家里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一块比较好的砧板，我们正反面去使用。一个是切熟食或者是蔬菜，我们也不用分这么清楚，我们只要分生食跟熟食就可以了，或者是海鲜。这个头也是一样。我们这块锅呢是非常好用，而且在牛头台来讲，这只快锅呢，在家庭用是非常的适用，而且是非常的快。而且，譬如像我在上班呢，要回来做一道菜给家里人吃呢，我要赶了很多的时间。这个不用啊，回来我只东西准备好，只花10分钟至15分钟就搞定。所以说，我现在料理给大家看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是准备这个快锅，我们在家中呢也要少油烟哈，所以说。我像我这样刚下班啊，也不会把衣服用脏，整间房子都是油烟。好，我们
在家里用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照烧酱。好，我用一些橄榄油把这个洋葱稍微炒香。好，我们稍微炒一下，不用把它炒软或是上色，不用啊。好，接下来就是放这个猪脚。啊，我们猪脚呢一定要吃出健康，就是要用我们这一个快锅啊，牛头牌的快锅呢又快，然后又可以让这个肉质更软化啊，好吃。我们现在把鸡粉、酱油、还有糖、还有味淋、米酒都下下去。好，我们把它上盖。这个牛头牌，使用这个牛头牌的快锅，你放心，它加热速度快，然后保热啊的速度的持久率也是非常的好。好，这个煮开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等10分钟至15分钟才能开盖，除非你用斧头去敲它，或者是去怎么去破坏才有办法，要不然这是完全都打不开的啊！而且这加热速度，大家去看很快。我们就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找了一个普通的锅子啊，一般家庭会有的锅子来去使用，来做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比较。好，我们一样的做法啊，一样的时间啊，这样子对这个猪脚才会公平哈。来，猪脚。好，猪脚一样把它放下去。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大火，切记大火再关小火。我们这个牛头牌快锅呢，待会听到哔哔声之后8分钟，我们一样比照办理。这一般的锅子也是一样，滚开之后8分钟，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比较。油烟是肺部最大的隐形杀手，所以说家里有小朋友呢，我们为了他的健康，我们不可以为了美食之前然后放油放很多啊，放盐巴放很多啦，所以说我们现在饮食一定要少油少盐。那我们今天用的牛头牌的炒锅呢，它的加热速度加了30%，让你的健康一定有把握。好，就轻轻松松把这一道 SO 酱炒双鲜给完成了。好，我们把它摆在这旁边。好，我们现在检查这旁边的油有没有溢出来。大家看，我没有骗你，我们今天使用牛头牌的炒锅非常的好用，而且少油少盐，吃出健康。牛头牌的原味锅它极好用，怎么好用？它只要把蔬菜放进去就能够呈现最原味的方式，而且是最快速，尤其是它的节气头，它可以让我看到它里面的滚烫，如果它已经滚，我可以把它关小一点啊，就不用整个把它打开来，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啊房间或者是整个厨房等等，尤其它的盖子是非常的密合，所以说我用牛头牌的原味锅可以做出非常健康的料理，而且可以让你的料理可以完全呈现，而且完全是吃到它原来的一个风味。好，我们已经时间过了25分钟，你看要怎么开都没办法哦。牛头牌的快锅它非常的安全，而且按头已经下来就表示可以安全可以开了。我们还有这个安全阀，轻轻的把它搬下去，往上转一下，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香，而且跟你外面卖的是完全一样哦，非常赞。好，你看看你看看，来，我们先夹一块来比对，哦，这个肉都快垮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个我们一般的锅子，你看这个色泽就好了，差异非常的大哦，差异非常的大。好，我们整一块来比对。好，我觉得是不用比啦，看就知道哪一个是获胜的。它是完全密封的方式去卤啊，去炖，而且这个肉非常的软烂，
跟外面卖的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甚至比外面卖的还好，还赞。那一般的锅子呢，没有办法去呈现这种效果。所以说，我们牛头牌的快锅呢，我们只要短短的25分钟，我们可以完全的去呈现我们所要吃到的五星级的猪脚。大家看看，没想到这个放盘子好不好？来，来，脚太大一点，来。我们赶快吃掉，不要给人家吃哈。非常好吃，你吃看看。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一体成型的锅子。那这个锅子的原因是说，我们把我们现在公司里面自有的资源结合起来，我们希望说再去创造一个锅具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ステンレスの鍋はとても重くて、扱いにくいんです。最近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との出会いをしました。一番感謝したいのは、こんなに小指でも持ち上げても軽々と持ち上げられて。Ci sono altri, davvero tanti altri motivi che rendono Buffalo molto speciale. I prodotti sono molto leggeri, se li paragoniamo a altre pentole in acciaio inox sono davvero molto più maneggevoli, molto, molto più pratici, fai meno fatica.私の年齢にとりまして安全性はとても大切です。他の鍋は、本体と取っ手が違うので危険です。でもこのバッファローの鍋はご覧のように取っ手と本体が一体成功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安全で壊れ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せん。Backofen und dafür sind diese Buffalo-Töpfe sehr geschickt, wenn man die Handles einfach und schnell mittels einer Münze abmontieren kann. Und somit sind sie. Inserire la parte con i chiodini nell'alto, giriamo e attacchiamo l'altra parte sul retro. 私の大好きなポイントは、このように取り外しを簡単にできまして、そして、洗いやすさです。このように洗って、特にここの部分がすっきりと楽に落ちます。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盖子，这个盖子就是有接气筒，喜欢的时候我就把它留着，不喜欢的时候我需要用的话，我就把接气筒关上，水就不会流失。这个盖子呢，就是有它的节气头，现在我煎鸡排要它的皮脆，所以就把这个节气头打开，它的蒸汽就会流失。它的节气头，它可以让我看到它里面的滚烫，如果它已经滚，我可以把它关小一点，就不用整个把它打开来，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房间或者是整个厨房。哎，我很喜欢这一个牛头牌的锅子，是因为它有水封设计，水不会倒射流，无水可以蒸到这个菜，它有盐味盐汁在里面。我喜欢这个锅子是因为它可以节省能源，那它无水都能够蒸青菜。蒸出出来的青菜呢是有营养，不会流色，然后吃的还更健康更美味。Bei der Auswahl dieser wunderschönen Buffalo-Kochtöpfen
kommt es mir nicht nur auf das Design an, sondern darum, dass er energiesparend schnell reagiert und mit den Vitaminen drin bleiben im Topf. E oltre a tutto questo, la temperatura si distribuisce molto bene sul fondo della pentola. Così si risparmia, almeno nella mia esperienza, almeno il 30% di tempo in meno quando si cucina. Quindi, oltre a tutto questo, è anche una pentola ecologica, si usa meno gas, si usa meno energia, si rispetta l'ambiente.我就是说，是讲吼，这个是那有照照基准来做，哦，啊，算讲这个物件是那是讲这个安全，要经过是那算讲这个按照，要经过是那算讲日本的是那政府的是那认可的是那物件对啦，算介伊到外国，哎，再说介绍的物件无同款的呢，哦，这个六三年，日本的是那以前是嘛，有这个认证过咱这台湾的是那这个台湾唯一的是那这个舞蹈牌，是是那是标准的是那以外呢。 再过七十七年，这个是叫做伊这个日本的是叫做土生县，甲这个是安全制品安全会是了派人发机关来检验咱工厂，叫咱制品的流程，所以已经通过的是了，进口日本的是了，拢免经过检验，对当是了来市场销售的，是款是。 获得日本的一个认证就是 SG， IHCH， 主要这个认证是因为所有炊具，尤其是快锅，一些锅类子进日本市场，我们都要获得这个认证，主要是要安全的那个认证，就是每个人他在看到你有这个认证的时候，他们在使用方面他们就会比较安心，所以这个是，日新成立那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获得日本的这个认证，这个也是。 促使我们在日本出口有达到68%的这个销售。这只快锅呢，在家庭用是非常的适用，而且是非常的快，而且，譬如像我在上班呢要回来做一道菜给家里人吃呢，我要赶了很多的时间，这个不用啊，回来我只东西准备好，只花10分钟至15分钟就搞定。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气压锅，因为气压锅呢，它煲汤很快，普通我用其他的锅子，最少煲汤要3个小时，那我用了气压锅只是20分钟，我就可以喝了一个很健康、很丰富的汤。使用这个牛头牌的快锅，你放心，它加热速度快，然后保热持久率也是非常的好。哦，这个煮开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等10分钟至15分钟才能开盖。 Able Group 本身是在2001年所成立的，那目前主要的生产产品是有不锈钢反射镜，还有多层材料的生产。
那在这里面，我们的市场销售呢，事实上已经遍布全球。那目前我们正积极开发欧美跟中东的市场。我们的不锈钢反射镜跟一般的反射镜有所不同。那因为我们是由不锈钢来制作的，所以说在不锈钢镜面的话，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说防雾化。为什么防雾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本身的话是没有经过电镀或者是 coating 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产品可以永保光亮。那再来就是说防撞击。那防撞击的话就是说不易破碎。那因为很多在市面上的镜子的话，早期都是会被石头给打破。那我们因为是不锈钢，所以是不易破碎的。那尤其我们有卖给日本的客户，那在这个部分日本客户是对于我们的产品是相当的肯定的，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很骄傲。在镜子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是唯一非日本厂家所生产的，那很开心我们的镜子是通过日本交通安全协会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在日本贩卖，这个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那在别的国家的部分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打入日本市场。不断的求精求进，那能够提供给我们客户最好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继续永续的经营，那也同样的回馈给社会大众。我希望我去开发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很有卖点，诉求点，产品力很高的产品，而且很适合消费者，可以推广给消费者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想当时想，而且刚好当时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有跟日本的一些做电锅的那个在谈论的一些他们日本的内锅的制造。后来我们想到，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拿到我们自己的品牌来做？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品牌的销售具有一个更强的一个产品力，这样子。刚好我们有这个复合金材料，有这个牛头钢，铝来负责传热，不锈钢来负责跟食物接触，而得到一个真正很健康、很安全的一个内锅，所以我们命名它为安康锅。好，我们把这个事情给推展出来，事实上我们也获得不少的一个很好的销售效果。确实，当时哦，实在嘛无讲想讲要做这啊，嘛无啦。啊，因为我是较早咧合作做飞机的工程吼，
我是去食，啊，飞机内底有一挂不锈钢，我咧迄阵当时就是人拍袂出来吼，啊，迄阵物资真欠嘛，啊，坐个飞机落因为了咧做面汤啊啦，做饼啦，做啥安尼，啊，但是阿鲁米甲这个 stainless 吼，这样的刀啊差真济 ，stainless 爱一两千多才会用，啊，阿鲁米几百刀啊就用起啊。啊、所以在用的中间说剩一挂，迄鼎做好说剩一挂，迄个 stainless 伫遐用袂起。啊，因为我捌 stainless， 当时捌做人真少。啊，这 stainless 都会使来做物件咧，啊，这袂做歹子啊，真啊，拿迄个来利用来个做这个东西啊啥，是对啊生气。我长征人嘛，啊，煮糊都吼。常用啊，拢伫水底咧。反正这鼎嘛是，一日干拢咧用水，伫水底咧洗咧啥。啊，所以个火做牛头牌，啊，我的牛头牌是水牛的牛头牌。小时候呢，那时候就是说啊，自己弄一个小工厂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工厂呢就很小，给人家租的啊，就是大概有七个人左右。那这个小工厂呢，那时候我也没有读书了，所以我本身也是在工厂呢，从这个学徒做起到现在。那从很简单的那个剪料，到来做这个啊，那时候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很大的机器，那自己呢就有时候骑那个三轮那个脚踏车呢啊，送模子啦，送那个材料到别的地方去加工，那做好的时候再回来。啊，这个是呢，啊，从很小很小七人的小工厂做起，做到现在，做到现在是啊，可以想说是啊，享誉啊全亚洲，啊也卖到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那我们早期来讲，当然都是用手工去制作，不过慢慢等我们规模扩大之后，哦，而且那个时候也刚好碰到台湾慢慢的经济起飞，人员慢慢的短缺，所以说我们公司变成说会有缺乏这个技术员工的这个状况，尤其是在那种就是说把产品做抛光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难请。你们相信讲，二十多年前一个抛光员工一个月可以赚10万块的，对，好，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我就逼着我们必须要去找寻一些自动化的机器跟设备来做这一方面的改进。所以当时我们就刚好有了机会，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贸易商的介绍，我们就到欧洲。我本身就是我跟我爸爸到欧洲去这个啊，就是啊访查这些机器设备，哦，像这样子，哦，然后事实上看到了很兴奋，哦，因为说，哦，我做这个行业，人家在欧洲是这样做法，哦，这样省人工，而且这么精良的设备，哦，所以说当时就当然那个机器设备都很贵，不过觉得说啊，还是要买，所以说我们都开始慢慢的一步步引进，哦，那可以讲说那个时候在亚洲区域引进欧洲的设备，我们算是先驱。差不多1988年的时候呢，那因为台湾的经济太进步了，所以呢，一般的年轻人呢，他们都不愿意进入工厂，啊，所以呢，就变成啊，越来越请不到工人，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常来马来西亚，那结果呢，对马来西亚就比较熟悉，啊，那所以呢，我就啊跟啊家人大家商量呢，就想说，我们迁来马来西亚。啊，因为马来西亚那时候我有来这个考察呢，啊，觉得在啊土地上啦、啊、人员上啦、啊，应该都不是很有问题，而且我在当地呢也比较多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所以呢，啊，就大家开会决定以后呢，那我们就啊全部呢啊把它迁到这个马来西亚，就是现在的啊这个工厂，啊，就是在前一两年呢比较辛苦一点。但是经过了顺利了以后呢，我们的业务也一直在扩展，我们就销售到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啊印尼啦、啊、菲律宾啦、啊、新加坡啦、啊，啊还有泰国。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场地已经不合使用，而且呢，我们也做了啊这个相关的产品，好像我们自己以前呢买这个材料呢
是从瑞士跟美国进口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材料呢，都自己买不锈钢跟铝合金呢自己来结合，自己来用，所以我们工厂是不复合使用的。那刚刚好呢，旁边就多了一块两 acre 的地呢，那我们就顺便把它买下来。我们获得日本的一个认证，就是 SG IHCH。主要这个认证是因为所有炊具，尤其是快锅，一些锅类子进日本市场，我们都要获得这个认证，主要是要安全的那个认证，就是每个人他在看到你有这个认证的时候，他们在使用方面他们就会比较安心。所以这个是日新成立那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获得日本的这个认证，这个也是在促使我们在日本出口有达到68%的这个销售。进入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做了20多年了。那么进去的时候，我才发觉说，我们的东西那么好，但是知道的人却那么少。所以说我因为那个时候外销呢都做了很多的世界名牌的商品，可是我们的内销呢比较就只是给代理商、经销商一些比较一般品质的东西在卖。那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华人同胞，我没有办法能够用更好的商品呢？是一种恶性的价格竞争，使得说中间没有利润，还是说消费者并不知道我们东西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做内销。那么做内销的时候呢，就去强化了我们本来的一些代理的组织、销售的这个中间商的这些帮忙以外。我们到专柜，我们也去开创我们自己的专柜，直接把我们这些商品它的优点然后跟它的品质介绍给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时候是我们开始做内销那一个起点。我这边很多的客户呢，他们都是做这个传直销的。那传直销来讲起来，因为我做的产品，我是台湾做的产品，他们一直想不要给人家知道是台湾做的，他们都是时常讲这个是日本做的、美国做的。那我每一次有时候他们开大会，我每一次呢，他都会邀请我过来。那我邀请我过来呢，我时常坐在下面，就听到说来自台湾的 Mr. Xiao 这样子，那大家拍拍手我就坐下去。那他们都不介绍说这个产品是我做的。所以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有一天我要第一个上台讲话。所以呢，刚刚好，后来我就搬来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要工厂这个安定下来以后，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要实现我当时的那一种愿望。所以呢，我就刚刚好跟一个朋友呢，我就请他过来，一直成立这个百福乐这个我们这个直销的公司。那也。实现了我的愿望。百福乐呢，成立1992年，我们是用组织行销的方式来销售我们的产品。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马来西亚国家地很大的，那人口呢也不多，甚至呢也不集中，所以呢我们就透过我们的代理呢，拿着产品到各小市镇、乡村去做产品的示范跟解说，很受欢迎的，效果而且非常好。马来西亚热心呢，在成立以来，我们都一直秉持着的一个精神，就是说一些优质上面的公司管理理念。所以也很自然的，在2005年，为了让马来西亚就是让我们公司的客户觉得我们在马来西亚是有达到一些优质品质的管理理念，所以我们在2005年就在吉隆坡交易所上市。这个不单只是要筹资，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让我们世界各国的客户觉得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蛮优质的公司。一直到这个前几年，我们开始探讨说，东南亚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继马来西亚跟这个新加坡之后继续开拓我们的市场的？那结果我们发现说，泰国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市场。那首先当然它有整7000万的人口，那还有就是以他们最近的这个生活水平跟这个需求，我们认为说，是时候把牛头牌
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这个注重健康、注重原味，甚至注重环保的产品呢，带进去这个国家里面去。原味厨房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好的商品，然后透过实际的这种交流，然后教学，或者是大家的互动，真正能够把好的商品跟一个健康的主食方法，啊，那么大家来一起来互动，来办一些活动，来推广给消费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最主要的，我还很想的是说，它提供一个原味的煮法，能够把隔离厨房跟客厅的那一道墙啊给拆掉，因为我们华人老是把厨房关在里面，就是煮菜的人都一定是关在里面的，他没有办法跟大家来一起来共享。墙如果拆掉了以后，是不是它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的一部分？那可以办 party 啊，可以亲子互动，可以找朋友来家里一起做做菜啊，它是一种很快乐的享受，是不是一种生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消费者的服务啊，我们售后服务的这个出发点来做这个烹饪教学的事情啊。当然说以前我们买了锅子啊不会用，那我们希望他来上课啊，来学习，或者是说啊他还没买之前啊，他也想要来了解，哎，这个产品跟我以前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这样的一个场所啊，让这些消费者能够体验这些事情。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原味厨房延续这样的一个为消费者服务的一个精神，进而我们也开始结合外部的资源我们结合的一些老师能提供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菜色，原来这些在五星级甚至可以吃到的这个味道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说它是提供一个自己亲眼看得见，亲手做得到，而且自己能够非常简单的去做原味健康的烹调方式的一个场所。其实之前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消费者，他买了我们的产品回去之后，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些使用上的一些小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主房呢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跟很完善的一个设备，可以让消费者呢来到我们这个主房去学习，或者说去真正了解如何正确使用我们的产品。在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专业的人士教导他们如何健康的烹调。所谓的健康烹调，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无水无油跟少水少油的健康烹调方法。换句话说呢，今天他把我们的炊具带回家以后呢，同时他也把他的健康一起带回家。这个服务呢，只有我们牛头牌可以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其他的品牌是没办法做得到的。牛头牌代表的是一个华人一个炊具的文化，那我们也是华人炊具的一个专家，所以说用这个定位为出发的话，我觉得我们继续的应该持续的我们去推广这个原味健康的这个饮食文化，不断的求进，那能够提供给我们客户最好的产品，才能够让我们继续永续的经营，那也同样的回馈给社会大众。华人的消费者看我们牛头牌，我希望它不只是一种信赖，而更是一种依赖。那么我们前五十年在做的是一种信赖，那么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么我希望后五十年是不是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种依赖。也就是他，因为牛头牌不只是在卖锅子，他卖的是饮食文化，卖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个对华人的健康有好的影响的一种推广，能够带给更多的消费者一个很好的一个家用炊具跟或是家用厨房用的一个产品，这是我们然后能够让这个因为大家都回家煮饭嘛，让这个家庭更和乐不能够做到世界的第一品牌，我要把它做到为所谓的亚洲的第一品牌。牛头牌是像牛一样嘛，做别先真用嘛，按那精神来做嘛，就是安尼。